还记得当年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五毛奇吗？凭借战术特性默契，激活缘分的队伍，全队属性提升40点，在第一届龙虎争霸赛上崭露头角。一代版本一代神，现在来介绍一下龙争虎的玩法下的常见阵容搭配。举例推荐阵容为黄马枪 SP 马超，暴力无人，速成其力，作战不勇则死，藏刀分险，根据红度加速度 SP 黄木松，临危救主或者飞攻之胜和草船借箭，九变元气逼宫，救主掩虚，根据红度调速度。许攸当风吹绝解放位，作战旗阵相生，藏刀分险，全智。适用战术特性为掌权，主将 SP 马超全属性提升60点，扬威副将 SP 黄甫松和许攸的统御值小于主将 SP 马超， SP 黄甫松和许攸全属性提升30点，造成伤害提升10%。毒武 SP 马超和许攸前三回合突击战法发动概率提升10%，造成伤害增加5%，第四回合起突击战法发动概率提升20%，造成伤害提升10%。周瑜阵容，周瑜夺魂胁迫，封住火势，全智，作战胜而易强，文韬直锐，鲁肃斩避其锋，威猛弥抗，虚实后发先至，妙算占卜，全智带工兵散技 SP 吕蒙当风吹绝，草船借箭加石术其余桶，作战旗阵相生，藏刀分险。适用战术特性为默契，缘分队伍全队属性提升40点，掌权主将周瑜全属性提升60点，仙人除外。虎神功甘宁破军威胜，横扫千军全无，虚实以致激乱，降威神机。太子慈当风吹绝，速成其力，比甘宁快，其余无力，虚实以致激乱，降威神机。周泰锦帆军盛气凌敌，全统军行守而有道，防备守势。适用战术特性为默契，缘分队伍全队属性提升40点，掌权主将甘宁全属性提升60点。毒武太子慈前三回合突击战法发动概率提升10%，造成伤害增加5%。第四回合起突击战法发动概率提升20%，造成伤害提升10%。降维攻许攸乾隆镇锦帆军全智，选工兵散技或者掌权特性。军行西兵暗鸣，防备守势。太子慈当风吹绝，速成其力，作战胜而易强，武略直锐，面板速度150，其余武力。夏侯渊裸衣血战，暴力无人，速度低于太子慈，其余武力，作战一鼓作气，胜战直锐。适用战术特性为掌权，主将许攸兵种适应性提升到 S， 且全属性提高60点，仙人除外。扶摇同御值为5的夏侯渊兵种适应性提升1级，并且全属性提升40点。协力三个武将不同阵营时，许攸太子慈夏侯渊全属性提高40点。毒武太子慈和夏侯渊前三回合突击战法发动概率提升10%，造成伤害提升5%。第四回合起突击战法发动概率提升20%，造成伤害提升10%。太尉盾司马懿士别三日，撼天赤地，军行西兵暗鸣，勇毅铁甲，全智。曹操魅惑藤甲兵加20桶，其余智力，九变宁敌不乱，救主掩虚。满宠风使阵刮骨疗毒，九变元气逼宫，立军掩虚，全智。适用战术特性为掌权，主将司马懿兵种适应性提升到 S， 且全属性提高60点，仙人除外。扶摇统御值为5的满宠兵种适应性提升1级，并且全属性提升40点。选择黄马枪或者太尉盾，或者选择太尉盾和都督弓，或者虎城弓，或者降维弓，玩家额外获得两个战术特性和两个战术指令，在90分钟的战斗时间内争夺有限的城池积分，提前攻占对方大本营，获得90分钟内积分高的一方获胜。但是单场时间长，没有时间看新建，小团队玩家没有参与感，劣势方难翻盘，是常规龙虎的缺点。策划看到了玩家的反馈，对龙争虎的玩法进行了优化，更快更高更强的全新龙争虎斗，更快的玩法节奏，战斗阶段由原来的90分钟骤减为60分钟，开局就获得东西营和中营城池的归属权，新增部分地图通路，更高的战略维度，新增实时语音功能，更考验临场发挥和布局能力，新增中立建筑前哨，个人和小团队也能做大贡献，新增城池一组积分，鼓励玩家以战养战，更强的战斗体感，新增指挥技名将出征，获得战斗增益和降98效果，新增阵营建筑梁勋，提供行军速度加成和隐身 buff， 新增指挥技能山货人心，指定城池禁止调动，战略玩法升级。在如此快节奏高强度的龙争虎斗中，60分钟的战斗时间选择两队更有针对性，微操效率更高。